留在附近的没有出货，那请下一页。目前尚没有供销户做出报，那目前没有再来谈报税。无论是我们县府各个局处了哈，还有公所了哈，大家紧密的联系。有任何灾情需要大家来啊全力支援的时候呢，那我们就透过这个奈的系统，我们就大家互相的把讯息传递，那紧急来守护我们乡亲了哈。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哈，我们透过整个的这个气象报告了解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点是灾情最剧的时候，风雨最强劲的时候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呀、也特别要呼吁这段时间我们加强联系的哈，只要有任何灾情呈报进来，我们就马上紧急应变。那甚至如果有民众需要紧急来撤离来疏散的，我们也会紧急做好准备啊。已经现在目前大概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哈，随时有任何的灾害，我们都随时应变，随时就可以上线了哈。我想这个部分也让我们的乡亲能够安心了哈。我们今天晚上开始，大家严阵以待哈，一直到明天了，直到大家都能够非常平安以后呢，才有可能再把这样的开设的情况做一个解散。